任赫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嗯？你看，当我猎杀一个有攻击性的野兽时，弓箭呢，它就是工具；当我猎杀一个随意行走的路人的时候，弓箭就变成了凶器。所以啊，谎言也是一样的。你对那个看不见天空的西西说谎，所以呢，谎言就变成了工具。那你对你自己在乎的人说谎，令他们伤心难过了，谎言就变成了凶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总是有自己的丛林法则，很有道理。所以呀，你不要为了教会我撒谎而难过，错的不是谎言，而是把谎言当作凶器的那个人。所以，我们都不要把谎言当作凶器了，好不好？知道了。现在这么聪明啊？当然这么聪明了。不得了。走，带你吃宵夜。嗯。怎么卖，老板？哇，好辣呀，这个！还好吧，慢走啊！哇，有空再来哈。哦，这个想吃吗？嗯。嗯。啊哈哈！来点，来点，来点。我可以唱了。你等一下啊。嗯。你好，我女朋友想来唱首歌，你能给她伴奏吗？可以，什么歌？就是你跟那个哼哼那天唱的。啊，最初的誓约。好，没问题，你们来吧。